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iver， 今天继续我们的地球防卫军武吧。我们上一集呢，好像是成功的把这个飞船给炸下来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一样是用我们这个女妹子，昨天要打到一些装备啊，我因为看到这种动力长枪，这个感觉好像是近距离的近身武器嘛，有这上面有写的。然后呢，这些刺剑枪是我们上一集在使用的武器。然后这边有龙骑士长枪，我靠，看起来超猛的。还有方正长矛，这方正长矛拿起来感觉就像是一把大型的雷射枪的那种感觉吧。然后这些什么内在搭载的别名珠宝盒的动力增幅装置，不知道干嘛的。我想要拿看一下这个龙骑士长枪看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神经雷射目前好像远距离的没有那个新的武器哦，范围攻击。范围攻击哎，我们配一下这个电浆迫击炮看看好了，哇，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打看看。好啦，直接开始，废话不多说，好，第十五关巨船破坏作战，我们这次要打巨船了。好，我在想说，现在我们要打母舰嘛，上一集是说要一次打十只嘛，我们超大只的嘛，哇塞，这太大只怎么打啊？第九艘 ，AFV 前进，步兵部队跟随 AFV 行动。前进！哇，这怎么玩啊？这个长枪近距离的话怎么玩？往前戳吗？怎么感觉好像没什么伤害啊？体积跟城市一样大哎！体积跟城市一样大哎！啊！连家里的周围都看不到。我突然觉得我有点选错了。我是不是要换一下我们之前原本的步兵啊？我快死啦！打倒怪物！这个迫击炮怎么靠单发而已？其实这把用久了还蛮好用的，我觉得。一个头，两只眼睛。一个头，两只眼睛。双脚，使用两脚步行。一个头，两只眼睛，双脚步行。完全与人类相同。你是哦？其实我们就是外星人，没有啦。可恶！我觉得还是不要换掉好了，我们就熬过去好了。在还没有死掉之前，看可不可以熬到过关。最起码这样子的话，可以拿到装备。快！我们是无敌的。你为什么会加入军队？可不可以上去啊？不行。已经打完了。有什么东西更加？哇，这什么东西？我看到我的胖刺了。哇，这个第一次看到外星生物飞过去哎。把它扎起来，把它扎起来。他们是不是要下来了？飞在空中。飞在空中。快看，上面有东西。把它炸了、我靠，好大只哦！他们是准备要降落了。有东西出来了。有什么东西从飞行艇中？我靠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大青蛙！干，吓死人了！外星生物下来了。是敌人的登陆艇吗？哇，这是他们的本尊长这个样子吗？而且好痛啊，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死了！好，算了，我还是回去切步兵好了。好，准备要下来了。好，现在用步兵打好打多了。天哪！刚刚那个女的那一只女生的那一只是不太好用。下来了吗？打！应该是不会再死啦！我们直接掉房子那边，可以把房子给炸了吗？不行，炸不掉。我们站远一点好，不要太靠近了。超级大青蛙呢！哇！这些外星生物有武器，我们第一次遇到会用武器的外星生物啊！超级青蛙一族，他们跟那个旅行青蛙是不是同类啊？没有，旅行青蛙可爱多了。哇！居然一把火箭筒炸不死啊！哇塞！他怎么好快？会讲什么？
步兵部队，哎、欸，死了还会开，倒在地上还会开枪，哎，没有死透哦。那是外星生物吗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跟人类没有两样，跟人类没有两样。哇塞，这个开始要走位了。完全一样，没想到能想象到这种程度。可以，要走位啊。他们也有嘴巴。好像在说什么？好像在说什么？就给到了啊！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！每个人共鸣啊！每个人共鸣啊！允许与外星生物交战，地面部队。哎，我会死！哎，怎么没有人帮忙啊？他们在干嘛、啊？我快去了！哎，我这边的伙伴在干嘛？对，帮忙射，会死掉。哎、欸，补血！与外星生物的步兵队交战中，看他们射断那个残肢，他们手上那个残肢被绞断啊，绞断手断了，他们还可以继续活动、欸，哎，超猛的！站住！别把这座城市交给外星生物！撤退！他们体型比我们超大的，跟那个房子一样大、啊。攻击腿部！他们说攻击腿部。哦，原来是被炸死了！我天哪、啊！好，我要捡子弹。我要捡那个绿色装备。捡！让他们瞧瞧 EDF 步兵的厉害！让他们瞧瞧我们 DF 的厉害！什么 DF 是不是？什么？糟糕！退后！那青蛙挂了吗？补血。先补血再说，不管了。他们开火了！我没有看见他们开火。我不管，我要先补血。我不管。卖给我！我要先捡武器箱，捡起来！好了，我们可以步回正轨了。敌人懂得使用战术，他们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士兵。啊，蜡笔小新啊！左边有敌人，他们是军人，就只剩这一只了，还不赶快打一打，在那边。救魂哦！不行，炸不下来。我觉得我先从这边打好了，这边比较近。我要跟这些女士兵一起。是敌人大军。看他们总是降落在房子后面，麻烦死了，打不到。不行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。哎，哦，结束了，我还以为要开打嘞。被外星生物包围。哎，我手上拿着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完全被包围住了。为什么会有对空冲麦地雷？这是我不小心装错吗？哎，我火箭筒哎！有人来救援了。Hello， 大家听我说。啊？看过他们的长相，脸上有……哎，这装填超慢的。他们跟人类一样，是用眼睛看东西。用眼睛看东西。是有办法对付。哇，那这好帅哦！重转步兵嘞。所以受到敌人攻击时，就往建筑物的阴影里躲吧。躲起来，好哦。也是有可能的。哎，我的枪怎么变这个啦？停留在躲藏的地方是很危险。啊，算了，火箭筒也是可以一路打到底的。目标会停留在消失的位置。好哦。之后，是的，队长。会从同样的位置现身。是学长。因此会把枪口对准该处。是。也就是说，敌人会特别留意目标消失的位置。是的。所以一旦躲藏起来以后，好，最好立刻移动。好哦。这么一来，就可以反将敌人一军。不要。了解了吗？不知道。哦，还真的嘞！攻击时就躲藏起来，让敌人的死角加以击。哇，我们要一打多哦！有趣的，有趣的 ！Surprise！ 杀光外星生物吧 ！Surprise！ 然后被炸都不知道在哪里耶！哇、哦，被发现了 ！Surprise！ 哎，你们要不要来帮忙一下啊？不要只在那边看好不好？哇，已经炸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动得了不简单啊。完了，他们来了，开始不好打了啦。我觉得我应该先把他的那个拿武器的那个部位先炸掉才对啊、哦。哎、欸，又再生了。好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，快点啊！大头啊！炸头啊！
原秒掉吧。完了完了，有点撑不住了。放一个看看好了。我还真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办啊，这个。还有部队残存在城市内。有吗？有射吗？现在的状况。这里是侦察。我怎么感觉不出来这有在射啊？外星生物已经开始移动，占领城市的外星生物数量正在减少。正在减少。现在正是逃脱的好机会。哦，逃脱了。清空周边的敌人，并确保逃脱路线。好，确保逃脱路线。好，碎，糟头。赶快跑，赶快跑！真的很难打、啊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一只。你以为你以为你躲在树里面，我就不知道是你啦。嗯，在躲啊。好，死去。哎、欸，还没死啊。哦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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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生命力惊人哎、欸。哇，挖腿肉战。他们一定会对地球人的鲁莽感到惊讶。啊，吓到了吗？这边还有一只残党，我们突袭战术突袭他。嗨，你好 ，surprise， 结束。你的勇敢表现真是令人惊讶、哦、终于啊，干得漂亮。不止外星生物，连怪物也在。外星生物跟怪物一起啊，他们就是同类啊，应该不说同类啊，应该同伙啊。要攻击怪物的话，这个位置非常不利，到地面去吧。非常不利。有啊，我们有火箭筒啊，不会不利啊。走走快，开始作战。我就远远的在这边射可不可以啊？那全部冲过来啦。哈哈哈哈，这关很适合用远距离范围伤害的武器。都来都来都来。啊，他们就是一个主人与宠物的身份嘛，在那边用脑袋想都知道吧。哇，快点快点快打，少啰嗦啊，打就对啦。飞起来啦！哇，建筑塌了啊！我靠，一阵混乱，那蚂蚁像疯狗似的全部冲过来了啊！疯了疯了这群！哎、欸、啊那个哎、欸哦，我看到你了，嗨你好！哎、欸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What the？哦，我们终于可以用射的，不用在那边用火箭筒轰了。你在躲啊？忍你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199发哎，好爽啊！把你的武器打掉。所以结束。射一支要变好久、啊。死吧！跳上去，冲下去，拿下他们！哇，没子弹了，撤退！死！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用那个突击步枪攻击这个青蛙很有爽感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打完了。哇，这怎么突然有点像那个啊？任天堂里面其中一个 IP 新 IP 啊，我就不说是很像游戏什么什么大作战之类的，超像的、欸。跟着队长冲啊！哎、欸，我现在是队长啊！好，快点，跟着队长一起死，快点！少啰嗦，跟着我一起挂。哇，好远哦，感觉要打前面那两坨。好，把前面那两坨清光啊！来了，我来了。远距离两发先开一下，来一个下马威。好了，全部冲过来了。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安德烈太像了，
下不了手啊！什么？人类太像了，下不了手。你不杀他就会被杀、啊。请问一下，这个长得像青蛙的跟人类到底像在哪里啊？你想要瞎掰不想杀外星人，也讲个一个正当一点的理由吧。长得像青蛙，然后你跟我讲说像人类下不了手，你好意思说我都不好意思听的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！我只能说这些 NPC 呢，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哦。死马都可以当成活马这样子。啊，帅的都可以讲成，帅的都可以讲成美的这样子。帅的都可以讲成丑的。是打算把地球当作牧场吗？把地球当牧场。地球上的营养资料有71这么多，应该养得很好吧？抢我们的资源啊！简单来说就是想抢我们的资源啊！啊，很大的挖手手，快射爆他们！死嘞！啊！好爽啊！根本就是一个爽 game 啊！吃到饱啊！吃到饱啊！禁止带宠物入内了，谁去跟他们说一下？还幽默啊！禁止放养啊！哇，因为打仗打到后面闷到需要一些幽默感来稍微振奋一下士气的是吧？打完了吗？这不是突然变好安静哦。只能硬干了，无法对付的数量只能硬干吧，上吧，然后周围已经没怪了这样子。讲话的时机很重要啊，各位会看场合说话、啊。我们在场合陆地这么的空旷，没有半点敌人，你跟我讲说清不完是怎样？哇塞，很不会看场合说话、啊。好，蚂蚁来了，打，打。为什么那些士兵没有过来帮忙啊？哇，后空翻哥哦！你再做，再继续翻没关系，我照射。你就继续翻没关系。死！解决了。我靠，刚那个叫声这么的凄凉哦！这么凄凉的叫声在叫什么？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！完了，要没补血了吗？哦，有有有，小补小补，杀了他会！哇，受多蚂蚁的，等一下，这个在射我，怎么回事？哇，这只青蛙没死哦！别！我在装填，我在装填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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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轰了他！自己也去，自己也顺便轰一下。哇，马上录的贼哭一样啊！天哪、啊，要被包围了！我的士兵都快死光了、欸，操作不慎，我的士兵要全部死光了。用轰的，有个大补，有个大补。真的跟打落水狗的声音一样啊！被吊起来了，靠腰嘞！你这怎么太怪我是吧？什么冲啊小？看这个狰狞的，这个不是狰狞的，这个是怎么讲？愤怒的呐喊，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有喜感，超级！放开我！好，我放开你了。这些蚂蚁整个愤怒。为您插播临时报道。哇，插播了！外星生物在欧洲派出了步兵部队。步兵部队。EDF 前往迎击，并成功击破敌军。成功击破敌军，圣祖鲁。你是不是圣祖鲁啊？究竟能不能够击破这些敌军外星生物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去去去去，亮，结束。还有吗？哦，这里，亮，舒服。做好射击准
呜，碎了！哦，终于把这边全部清完了。这个蚂蚁的量让我僵持了将近五分钟之久啊，五分钟到十分钟吧。哎，要求。哦，好像剩下落单的大概三只左右吧，我把它解决掉好了，烦死了。这里，拉近距离，这是蚂蚁吗？如果是蚂蚁就好打多了。是，是红蚂蚁。好，这边还有两只。哦，不是红蚂蚁，是青蛙啦。呱呱，呱呱，呱呱过来，呱呱加蚂蚁。一起的哦，很会躲、哦，呱呱炸手手，欸、没炸到，呱呱别躲了，你有不知道你在那里吗？呱呱，呱呱，呱呱，死 ，Yo， 剩一只了，那只蚂蚁跑去哪里了？啊，反正就剩你了，带回家养好了，好不好？养一只巨型蚂蚁应该也不错啊。哎呦，在哪里？但你跑得快吧？哦，终于，哈哈。哎，是谁在讲话？哦，吓我一跳！我想说，我的士兵全死光了，还有人在旁边讲做得好，见鬼是不是？好吧，那么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片段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学坏笑，帮我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再继续我们的地球防卫军武，我们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